赵丽颖版女儿国国王美吗？秋波战战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妖媚姿。赵丽颖天生一张娃娃脸，清丽脱俗，气质典雅，演技更是精湛。她饰演的女儿国国王虽没有86版西游记中国王的扮演者朱琳温柔似水，但其装扮偏向清新，很吸引观众眼球，眉如翠羽，肌似羊脂，脸衬桃花瓣，环堆金凤丝，秋波湛湛妖娆态，春笋纤纤妖媚姿，斜红萧萧彩艳，高山卓翠显光辉。赵丽颖版女儿国国王着实让不少粉丝心动，清新迷人。赵丽颖版女儿国国王温婉而不失威严，从清纯少女感到霸气女王范儿，将一位聪明清丽、善良痴情、优雅独立的女儿国国王形象跃然银幕之上，简直美出天际。在表演方面更是能够进入女王内心，从而将这个角色演活。赵丽颖饰演的女儿国国王被称为最美女儿国国王，相信唐三藏见了也是惊为天人。之前赵丽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向大家推荐了这部影片，他说这是一部内容非常丰富的影片，角色相对于之前的原型也会有些不同。那么看完赵丽颖版的女儿国国王，你觉得美吗？祝奇闻解密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，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Thank you.